上次路边车坏的美女，居然是新来的副总。这也太尴尬了，领导居然是他。上次车没修好就给跑了，他不会给我穿小鞋吧？哎，他过来了。那完了，他是不是要来开除我呀？金哥是三把火，第一把火烧到我小头上了。你晚上有时间吗？晚上有时间。那我请你吃个饭呗。金总，我这啥也没干啊，你这晚上请我吃饭不太好吧？就感谢你。完了完了，上次还调戏了他，这必定是场鸿门宴呀，我该咋办呀？拿着吧，这车归你了。上次路边车坏的美女成了我的顶头上司，她居然还要请我吃饭。这金总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居然要请我吃饭？嚯，这不是宝马 iX 吗？哇，这车真好看呀！哇，这个轮毂，这大灯，哇，这车真的很好，这个前脸，哇。哇，不愧是我的梦中乘车。还有这车真白啊，不对，这车真长啊，啊，不对，这车真好啊。金总你来了啊？等好久了吗？还行，这车真好啊，是我梦中乘车呀。喜欢呀？啊，直接去开吧。啊，这不好吧？我正好缺个司机。嚯，这无框车门，真帅呀。哦，还有这架子，都是碳纤维的。哦，内饰科技感十足啊。这挡把和这座椅调节按钮都是水晶的，好有质感啊！还有这中控饰板是木纹的。这车我真能开吗？要是弄坏了，我得赔好多钱呀！不管了，这么好的车不开就太亏了。哎，小卓，你开过宇宙飞船吗？嗯啊，宇宙飞船那谁开过呀？我才没那能耐呢。让你感受一下，踩油门。嚯，这就是宇宙飞船的感觉呀！哦，不愧是我的梦中情车，我太爱了。Later， 金总，咱到了，钥匙给您，拿着吧，这车归你了。兄弟们，这车单说啊，这人我要不要把握住？看起来是个白富美，这软饭我是吃定了。